妈的，F3 确实是太新了。我如果是 D3 的话，我刚才按 WSAD，我已经把闪现用了，太吓人了。D3 确实是有点恶心。哎，我还不如补这个刀算了。想骗没骗到。神人追名主，我避之不及。爆不爆？够不够爆？这就是主播的 EKKO。这波应该没有弹幕狗想到的，我说实话，这波应该没有弹幕狗想到这波能杀，因为他差一个兵就到三了。他这波差一个兵就到三级了。黑板现在说不出话了，已经，我只能说。我操，可以，帅，达摩，杰直接被气晕了。还好我过去抢救，老子这么多兵线没要抢救他了。本来想发个攻击性不那么那什么不那么强的表情，这个号第一个表情就是弱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问号主君，不要问我，我稍微发个攻击性没那么强，第一个就是弱爆，那没办法。我的话语就是真理。哎呦我操！别动，回家暴力吗？看上面，赢了已经。今天真的一把没输啊！昨天他妈的，哎，为什么昨天会那样？有没有董哥？为什么昨天会那样？为什么我今天一把输不了，昨天会那样？好离谱啊！妈的，越想越怪。我真的没有输的这么离谱过，好多把。有点亏，说实话。
虽然幻石是五五开，但是挺信号干嘛呀，我巴不得他来送。看一下有没有果子。我就是未来。等个大招随便一打，现在钱没大了，我去。游戏时间。说实话想越他塔，经典上线程，也是太大了。哎，不对，他好像就在这里啊。你就是我讨厌的风格。不知道有没有大，应该是有。
出那什么出吧，哎，算了，还是巫妖吧，优势太大，出什么都一样。满山在干嘛？搞毛，稳一点，大魔。不为他人而做的音乐，只有自己。不管去哪儿，我都无所谓。总是差钱，好难受。哎，直接死！本来想给他一个助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满天飞雨。他临时两波了，我操！辅助没跟他，我感觉他等会要开麦，完了还被点了。我的出身只是玩笑，孕育了我还有黄金般的鹿角。
平克斯一个炸弹应该炸不了七百。我从不给风。爸爸杀。静静，搞毛啊！是不是应该用阿朵的阿的？妈的，直接被痛死了！霞怎么伤害这么低呀？好乖啊！不过送了一千块还挺关键的感觉，那还好，我装备太好了，又不是特别特别关键，装备好的有点问题。黑板估计都看吐了，黑板估计被恶心到。白板，白板已经在学，黑板已经看吐了，我的妈！拿下，下次再来啦，兄弟们！我操，今天真有点爽吧？但是我今天其实玩的跟我昨天差不多的，但是我昨天就是狂输，但今天就是狂赢，今天就是一把没输，可能是昨天直播间又没逼吧，哎。